嗯，哇，茉莉香，很香啊，茉莉香。这地方真安静啊，周围除了有一点点风吹树叶的声音和远处的鸟叫，非常的安静。Be friendly, be friendly, okay?没想到这个野外的水塘里面竟然有这么多金鱼，这些金鱼头上都顶了个大包，鸭子也不吃它们。哎，头一次见到这种东西，这个 color 也非常的养眼，也不是大红，也不是大紫，真漂亮。这跟刚才那个又不一样。哇，你看这玩意儿，这会不会长什么果子啊？今天好像是星期二，游客不多，非常好，公园很舒服。GoPro 就是太广角。原计划这次来夏威夷的目的之一就是看一看这种有棱的陡峭的这种悬崖峭壁，
没想到在这个 garden 就看到了，很满意。这个位置也离这个位置离哈纳鲁鲁城市也就是有25分钟的车距吧，所以来也很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好处是这里的入门费是免费的，里面有很多 parking lot，沿路都有 parking lot，所以不愁停车的问题。这里的天气不冷不热，但一会儿晴，一会儿阴。阴的时候下雨，还下得有点大。但是很快，3、5分钟就过去了，然后马上又日出了，变化很快。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了，肚子也饿了。在网上查到这么一家叫麻辣的一个网红店，应该是sandwich 吧，所以特地找过来，也顺便是路过吧，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麻辣。就是卖 sandwich，各种各样的 sandwich，还不错味道。晚上快到了，到海边走走吧，看看日落。这边的海水没有泰国的干净，至少是很，这里应该用个很浑浊的这个词来形容。泰国那边的海水非常的清澈。哎，再帮我一下，再帮我一下，你看我这……等等等等。